嗨，希瑞。我在，速报君。听首新歌。这首歌呢，是来自手岛葵的《塔大姨妈》，我回来了。这首歌是《天国与地狱》的主题曲，一经播出后，立刻引起了热议。2006年的地岛战记让手岛葵开始被人熟知，至今这首歌曲还广为流传。新歌《我回来了》，依旧延续它淡淡的忧伤风格，同时又多了一丝温暖。老实说，这首歌并不是很特别，但是却深深地触动到了我。想到了从小到大陪伴着我的亲人，想到了那个我爱的人。离别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离开后留下了那么多记忆的影子。每个人都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这个世上，最终也必将是一个人悄悄地离去。但是不论是谁，都需要有他陪在身边。也许是友情，也许是亲情，也许是爱情。每当推开家门，一句我回来了，而那一句你回来了，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那才是最幸福的瞬间。轻声说着我回来了，但转头却不见你。如果喜欢他，爱他，就大声说出来，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人生没有太多如果，也没有太多后悔。对他说出我爱你吧，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今天是我跟希瑞的第117天音频记录。希瑞，在吗？我在，我是希瑞，每天听速报君讲八卦。据工信榜 news 报道， King's Prince 岩桥悬红腿社，岩桥从小就患有恐慌症，从去年2018年11月开始就一直在家休养。什么是恐慌症呢？百科上呢是这么说的，恐慌症在生理上可能跟家族性的遗传有关，而恐慌发作呢，可能是跟生理上某些生物机能失调有关，而女性是男性的两倍，心理上高压的生活也容易引起恐慌发作。一般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说法，生理心理一同影响而引起了恐慌发作。而为了克服这个疾病，岩桥悬树经过了长达2年5个月的暂停活动后，最终他还是公布退出 King Prince 以及杰尼斯事务所，走上新的道路。这是他在知道克服恐慌症的困难以及作为演员需要多大的压力之后做出的决定。还是先祝福他，
相信他今后可以更好，要往前看。是啊，人都要往前看吧。不过说回杰尼斯，这两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儿。就如大家所说的，因为杰尼斯桑这个主心骨离开了，所以才产生了骨牌效应，大家呢都相继退社。媒体 Brandstand 在专题报道里就提到，因为杰尼斯桑的离世，让这一家的前辈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年龄的问题。不管是阿拉西、 Tokyo、 V6 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先由 SMAP 的解散，草剪刚、相取慎吾、道元吾朗的退社，后有涩谷卯、锦户亮、中居正广、广月右野、山下智久、长濑智也和森田刚。这些人有的觉得因为公司要推新人，继续留着也拿不到资源，又或者是有自己的执着，只想专心做演员。毕竟这些没法快进，没法跳到未来，到底未来会如何，作为看官的我们只能继续等着。不过在等待的时候呢，可以来点美食，比如泡菜、参鸡汤等等。根据雅虎新闻报道，韩国认为参鸡汤是他们的，而现在的百科解释是这么说的：参鸡汤是一道以高丽参、童子鸡和糯米包制而成的中国古老的广东粤菜汤类家常菜之一，传至韩国后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宫中料理之一。报道还称，中国互联网之所以说参鸡汤是中国菜，是出于营销的目的，还有可能是故意制造冲突并削弱韩国传统食品的形象。另外报道还补充到，百度百科全书可以由网民自由修改和添加的。我感觉这篇新闻太别有目的了。宇宙都是韩国的思密达。哈哈，没错，韩国人呐，全宇宙都是他们的。不过呢，也能理解，他们能叫出名字的代表食物，一个手估计都能数得过来，比如泡菜。但这好像也是我们东北那旮沓的家常菜吧。嗯，人类嘛，需要娱乐，我们就当韩国人是在为我们增加娱乐项目吧。那么今天的新闻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好的，明天见，思密达。明儿见，思密达。